扶手电梯是会喐嘅机器，所以使用时要小心啊！喺上面行好容易跌亲噶，要企定地，企得咁埋好危险噶，对鞋仲会好容易摄入梯边。企开啲就安全得多啦。大人要照顾佢哋嘅小朋友，仲要紧握扶手，行动不便或者攞住重嘢，最好就去搭 lift 啦。搭扶手电梯要安全，大家都做得到噶。